原标题：这个发达国家，国内一半领土自己还管不了。已经分离半个世纪了。从世界历史来看，很多国家内部因为民族问题而愈演愈烈，最终成为民族独立国家分裂的源泉，如苏联、南斯拉夫就是因为这些民族问题而最终土崩瓦解的。到现在水也发展不好，而下面这个发达国家也是如此。虽然国家很富裕，但是一般领土自己还管不了，独立分离已经半个世纪了。这个国家就是塞浦路斯共和国，位于地中海东部，位于欧洲和亚洲交口地带，国土面积9000多平方公里，人口120多万。塞浦路斯气候温和，风景秀丽，是个非常美丽的岛国，而且这个国家非常繁荣，能够连接东亚贸易，连接地中海和非洲，所以塞浦路斯这个国家也是非常富裕，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的发达国家了。现在人均 GDP 接近3万美元，是我国的好多倍。从理论来说，很多国家分裂那是因为穷，越穷越分，但是塞浦路斯虽然富裕，但是自己却有一半的领土自己管不了，那就是北部的一半领土。现在这里是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，受土耳其控制了，而且不光一半领土自己管不了，连首都也被分成一半，自己的政府只能管半个首都。为何会如此呢？这也是一本难念的经，因为塞浦路斯主要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两大部族，独立建国后两个部族矛盾重重，都想要当老大掌控政权，结果希腊人胜利，土耳其人就不干了。在70年代，在土耳其的帮助下，切割一半领土独立了。到现在都快半个世纪了，塞浦路斯政府根本管不了，因为压根打不过土耳其啊。不但管不了，塞浦路斯还不能放弃，因此现在虽然领土只有5000多平方公里了，但是还要标9000多，而且推动联合国不承认，也就是管不了，不放弃还收不回来，这种状态那是非常可怜，卧榻之侧还有他人酣睡。想想塞浦路斯的政府有多难受。但是虽说国土一半管不了，但是国家发展还是蒸蒸日上，非常不错，这也是跟以色列有的一拼了。以色列打仗还打成了发达国家，塞浦路斯也是如此，国家内部一般管不了，照样发达过好日子。探究历史真相，发现背后故事，对待历史必须较真。更多精彩请关注还原历史背后真相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